主料：山肉、排骨；辅料：生姜、清水、盐。排骨洗净，斩小块；山药切排骨大小一样的块；生姜切片。把排骨、生姜、山药都依次放入紫砂煲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高档煲五个小时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不用加别的调料，就放点盐就可以了，因为汤本身就有鲜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